我来了。走吧，车在那边。等一下，你是谁啊？你怎么会有我的照片？ Hello， 杰米小朋友，上车，又怎么了？到了，前面就是观测站了。干什么？怎么跑成这样？莱普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莱普，看来莱福要跟我们一起度过整个寒假了。哎，你是说这台机器叫做摩西？这台机器啊，可神奇喽！它是一台气候模拟仪，可以从载入的数据去模拟地球从诞生开始的气候演化。摩西可以将这些数据变换成虚拟实境，也就是说，你可以透过这台机器，好像是穿越时光一样，看到过去地球的环境。完成之后呢，还可以感受到温度跟天候状况哦。这是在刮台风吗？部长，他们都到很久了，他们都是特地来恭贺汉部长上任的。哦，是吗？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了。要是这几个计划有什么差错？说得好，促进经济发展为主，这个容易。这真是个好方法，部长。哇，雷龙哎，厉害了，是雷龙哎。啊！你们在哪里的山野？不行，我们得赶快过去。哦。